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。今天小五带来陈情旺写原著《向玉英记》第三百八十三集，冲突有点激烈。白衫少女白皙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，娇羞的避开魏无羡的目光。红衫少女则径直一步走到魏无羡跟前，弯腰盯着人看了两眼，说道：“你这个凡人小孩，嘴倒是甜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小红龙姐姐。” 我不小了，我十三岁了，是大孩子了。我的嘴也不甜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你和小白龙姐姐是真的很漂亮，特别漂亮，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姐姐，和我之前遇到的仙书小姐姐并列第一漂亮。红山少女忍不住掩嘴扑哧一笑，伸手就要去掐魏无羡的脸蛋，却是眼前一花，掐了个空。但醒过神来，定睛一看。 就看到魏无羡已经退到了三丈开外，左手被一个英挺俊逸的青年男子牢牢握住。红衫少女怔了怔，望着蓝忘机，有些愣神。正待开口询问，就听到他冷若冰霜的声音：“还请姑娘自重。”红衫少女又是一怔，说道：“自重，对，自重。”蓝湛要你自重，不要随便就掐大男孩的脸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小红龙姐姐。 就算你是一条龙，你也应该懂。”魏无羡插话道。红衫少女顿时乐了，露咯咯的笑得花枝乱颤，好半天才忍住了笑，指着魏无羡道：“还男女授受,受不亲，你算男人吗？”魏无羡被笑的脸拉成了门板，说道：“怎么不是？我就是男人，和蓝湛一样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。”说话就挣脱了蓝忘机的手，双手一叉腰。 挺胸收腹，傲然望向红衫少女。原本站在一旁看热闹的梅龙忙跑了过来，往魏无羡身边一靠，学着魏无羡的样儿，叉腰挺胸，高扬起下巴。拼你一切！两位少女看着眼前从高到矮一字排开的三个男人，禁不住有些哭笑不得。片刻后，红衫少女才开了口，说道：“小梅，你就别凑热闹了。” 长了一千年都长不大，画个人形也画不好，人话也不会说，还想当男人？梅龙立马不高兴了，跳着脚对着红衫少女咿咿呀呀一阵叫骂。哇！魏无羡叫道：“小梅龙，原来你一千岁了？那小红龙姐姐和小白龙姐姐岂不是更老？”两位少女顿时听得脸一垮，粉面含怒，红衫少女更是抬手一指魏无羡。 娇斥道：“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们能用老来形容吗？在天界，一万岁都算是年轻的。”魏无羡被斥的眼一瞪，盯着红衫少女看了又看，半晌才犹犹豫豫说道：“那小红龙姐姐，你有两万岁了？”红衫少女闻言一滞，随即脚一跺，对着梅龙大叫道：“小梅，要不你赶紧将他们送下去。” 要不我一掌打死他！挺立在一旁，看似一脸肃然，实则心里乐开花的蓝忘机，瞬时反应过来，忙拉上魏无羡，又要往后退。就见着一直不曾吭声的白衫少女走上前来，盈盈行了个万福礼，柔声道：“两位公子莫怪，小红性子急了些。小白这厢替他赔礼了。谁急了？谁急了？”小红叫道：“你急了！你急了！” 魏无羡立即提醒你，小红气急败坏，挥手就要一掌打过去，却被小白严厉制止。小红冷静，小红只能愤愤地收回了手，脚一跺，身一扭，喊道：“快送他们滚！”小红注意言辞，小白沉声道，随后望向望羡二人，柔声道：“两位公子，不知是何缘故，小梅带你们到了天界。” 只是凡人在天界逗留时间不宜超过半个时辰，否则恐会有性命之忧。为什么？魏无羡忙问。小白道：“原因有很多，不便一一赘述。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凡人的寿命有限，而天界的时间流逝与凡间不同，凡人因此而无法承受天界的时间流逝速度，所以极易殒命。”小梅年纪太小，不懂这些。 所幸遇到我们，不至于造成大祸。魏无羡道：“这样啊，可是我们才刚刚来，还没能好好玩，不想这么快回去。小白姐姐，你这么好，就带我们玩一会儿嘛，就玩一小会儿，半个时辰之内肯定回去。”小白看了看魏无羡，又偷瞟了一眼蓝忘机，见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，不禁有些怅然。 说道：“半个时辰倒是无妨，只是不知道这位公子意下如何？愿意？”蓝湛愿意的。魏无羡忙叫道，随即赶紧拉了拉蓝忘机的衣袖，说道：“蓝湛，快说你愿意的。”蓝忘机垂眸瞥了瞥魏无羡，接着朝小白行礼道：“如此便有劳姑娘了。”小白的脸立刻红霞扑面，羞羞答答，忙回礼道：“在下荣幸之至，小白姐姐。” 你说错了，是我们荣幸。魏无羡接过话茬说道。小白微微一笑说道：“为确保二位公子在天界万无一失，还请二位公子允许我姐妹二人渡些许仙气给二位。要渡你渡，我才不渡。”小红立马叫道：“小白道，你不要再闹了。你给这位小公子渡一些，不用太多，百年仙气即可。”小红道：“你的意思大的你负责。” 小白脸更红，瞟了一眼蓝忘机，微微颔首，轻声道：“自然，不要，我不要小红姐姐的仙气，我要小白姐姐的。”魏无羡大喊道。